这照片哪来的？不要担心嘛，是吧？这东西出去会出事，而且他还是公司股东的球队。公司股东这么多，少他一个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样，你不要，那我给别家了。这照片可靠吗？当然可靠了，可是冒着生命危险。 怎么办？这个雨，活动要继续吗？再等一下吧，我们难得有机会可以出来参加这种活动。请问一下，张振明什么时候做联访啊？等这边活动结束就可以了。可以快一点吗？下雨天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要稍等一下。 不好意思，郑明哥，请问这是你在台湾最后一个公益行程吗？应该算是，看球团怎么安排。是不是觉得顺便实习一下当爸爸的感觉呢？嗯，算是吧。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小朋友。江振明，请问你喜欢几岁的小朋友呢？都可以啊，小朋友我都喜欢。那庄英文这个年纪可以吗？ 你认识庄英文吗？不认识。前天晚上你好像在西门町出没，你看起来很寂寞的样子。你的签约记者会也延后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跟我们大家分享啊？可以回答一下吗？今天采访到这边结束，我们球团临时有急事，现在要离开。今天谢谢你们来，谢谢，辛苦了哦，谢谢。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好吗？谢谢。